就很棒。今天回家了，终于回家了。然后回家了之后，就又开始迟到了。难道说我在家里面的手有毒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一到家我就迟到啊？难道我的家里有问题？他让我迟到的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真的知道了。我们直播间肯定有一个着了魔的粉丝，他不仅算到了我的家，他还施了一种魔法，让我每天必须迟到。他为的就是想听到我的道歉，可是他却忘了一个人他的意志力到底有多强大。他不仅偶尔能够不迟到，而且他还发现了这个秘密。哼，从今以后，当他发现了这个秘密之后，他就能慢慢的战胜他，战胜这个恶魔，战胜这个让他迟到的恶魔。所以今天的迟到就起床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就不会起床了，因为我永远都不敢站起来看这个鬼影到底是什么。然后我站起来了之后，我发现这个东西其实是这样子的，是这样子的，这是行李箱，然后行李箱的背部呢有一个这样的吉他，然后这样的吉他上面呢，这边呢有几件黑色的衣服。这样了。